一觉起来，小咪睡在客厅的这个床上，陪着我们呢。起床了，小咪。又舔一下毛。走啦。没有猫粮了，肯定是。带我去给他加猫粮了。走了。走了。啊。啊，摔了一跤，痛死我了。大家，我是向阳，我是尚杰。今天是5月4号，这个天气还是感觉有点阴沉沉的哦，感觉还会下雨。对，不过今天也没事了，我们去收拾一下那个猪栏屋的木柴。对，把那个柴火整出来哦。哎，整出来，整不出来嘞，看整多少算多少啊。你那个屁股还痛不？主要是，肯定痛啊，走路都有点掰呢。等下你都干不了活，活还是可以干的，都怪小咪，看他去了。太迷人了，小咪。对啊，万人迷。还好摔的是屁股嘞，肉多。对啊，没有骨头没摔到吧？骨头没事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它都没有到骨头那里去。走个路都摔倒，哎呀！你还笑？我肯定笑啊，摔的又不是我。滚！早上那会儿看到小咪趴在这里看了半天，我还以为是啥嘞，原来是这个睡莲，长好高了。这个马上要出水面了，感觉。对，只差一点点呢、啊，这才种了几天哦。对啊，这生长速度啊。可以哦。嗯。那一个长得好慢，看到没有？对对对，那一个还才展开那个叶子。一共是三颗嘛。嗯。这一颗长得最高。靠近我的这一颗长得最快。然后这一颗慢一点。嗯。另外一颗看都没看到。跟那个扁豆三兄弟一样的。对，这个是冠军。嗯。带上工具。劈柴去了，我拿这个小起子。我们买的这颗金银花开花了，是金色的。这个真的好香，这个花形容不出来，但是真的很香，沁人心脾，闻着就下火。对，从山里移回来的这一颗野金银花也发芽了呀，在这里。现在还是小小的一颗，估计到明年这个时候它也可以开花了，好期待呀。这边是我们上次整理出来的一间猪栏屋，这边还是挺乱的呀，堆了好多柴火。这个今天就是要锯木头砍木头了。对呀、啊、我还带了一根这个竹子，就是这么宽，我就凭感觉锯断的哦。这根竹子就这样拿它的笔，每一根木头都锯这么长，锯得整整齐齐的，然后再给它劈开，就码到这一边，从这个墙这里把它码高、嗯、然后这边就慢慢也会清理出来。对啊，把底下那些垃圾也全部清理掉，这两间猪栏屋就这样子干净了，就整出来了。对，不过今天这木头感觉有点搞不完，因为这种木头很结实，然后又这么多。啊、好乱的这边，赶紧锯吧。杨师傅说，把那些锯断的木头先都堆到这一边，然后再用这个斧头来劈。哇，这个斧头好重啊，我都拿不动。拿着没用啊。那我怎么拿嘞？用手拿呀，不用眼神拿它就不会跑啊。好哦。
这一节也够了。嗯。早上那会换了一条这个锯，链条，就是这个链条换了一根，锯起来真的快了好多哦，快了好多。就是买这个电锯的时候，他送了一条那个备用的，我就给它换上了。哎，我的竹子呢？在这里。这里锯了应该有一半了吧，那差不多锯完了都要。加油加油。扔那里了，我来拿。电了呀，那我去拿电池吧。嗯，把这块给我，拿过去充着。发热了都，是不是？哦，好烫哎！让它休息一会儿。休息一会儿吧。对，让那个电池休息一下吧，我们不用修。接着劈柴了。嗯。这个好难劈呀、啊，劈了半天才这么点缝啊！这咋搞啊？可能是因为这个本来木头也比较结实，然后呢太长了。对，你这个还得锯短一点才行，一根锯两根就容易劈一点、嗯、是的，不然这劈不开呀，感觉跟那个铁一样的。我的这个地都在震。这一根都劈不开，那还搞个屁啊。还有这么多根，拿都拿不出来，拿出来的，给它锯断了一下，那一根锯成了两截，就变成这么短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劈了吧？对，试一下。这不正常吧，怎么这么难劈啊？这可能是那种茶树。是的哦，只有茶树才这么难搞。那种樟树的话早劈开了，我这么大的斧头。对呀、啊、这斧头我拎都拎不动、啊、手都麻了。现在出也出不来。劈也劈不进。哇，终于劈开了，刚刚又换了一面，把那一面劈一点点，又换另外一面劈一点点，终于劈开了。那今天都劈不了多少，我的妈呀，这一根都搞得我够呛了。
对呀、啊。我丢给你就好了，你不用拿这么多。好了，那我先拿这里过去嘛。嗯，横一排竖一排啊，好，横一排竖一排那就稳，对对，再留点给我，嗯，铺平一点，好，呜、哦、打到我了嘞，好痛啊，打到了，嗯，你故意的是不是啊、哦、好痛，打到这一下完了，今天屁股痛了，对呀、啊、就是你给小臂走开，这样对不对，对，再这样子雷嘛，对，旁边雷一点，哪个旁边啊，这里吗，旁边，对啊，旁边也开始打，急什么，我先打一个嘛，这样子可以，你这个劈的还挺好啊，很匀称大小，累了累了、嗯、就这样，我要休息一会儿，可以啊，那你看着我马呗，观察一下你的马柴艺术不怎么样别垮下来就行，好了，雨停了，到外面来劈几下，找了个树桩，好劈不，树桩的话呢比里面好劈一点，首先没什么灰尘嘛，嗯，这样劈的话那里面灰尘多，然后呢不担心伤斧头，也不那么弹，哎呀我这个手就是这种柴它劈不怎么动，这个把实际上很正手，这个手现在这里都有点凹了，就是握把的地方，我看到了，这地方明显是凹进去的，对，像一个坑一样的，它老是正手，这东西很正手了，劈不动的那种柴，嗯，哇，居然几下就劈开了，太厉害了，哇牛，大黄鸡在找食吃了，哎呀，那好，把那根柴给我吧，那边码了三堆，这边应该还剩了一半的样子哦，这有一半多的，嗯，哎，好多，还有还是个大任务，那里还要锯那么大，对呀、啊、那边还有一点，主要是旁边这里都还没有，有一点点没清完，对，不过搞不动了，我这有点酸，主要是这个虎口这里就感觉还有点酸痛酸痛的，我屁股还更痛了嘞，你屁股感觉那会儿还没那么痛哎，那走路要小心一点，怎么得了喽？脆皮，滚！哎呀，还有这么多，看着都头疼。对啊，收工啦，休息一下先。
爬那么高干嘛？又到饭点了，来搞点韭菜回去。今天吃一个韭菜香干炒肉。哇，这么多菜呀、啊！对啊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韭菜都已经回来了，稍微洗一下，加上这7块香干，一点点这个肉，这个肉怎么好像全是肥肉啊？五花肉人家叫，这是五花肉吗？这就是肥肉上面贴了一点瘦肉。菜都备好了，准备点火。吃饭了，嗯，好香啊，嗯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哇，自己家这个韭菜真的还能吃几菜，长得特别好哦，嗯，好像去年都没吃到吧？对。今年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。对，最近天天下雨，长得可快了。对呀、啊，等到晴两天再给他们泼一点肥料。嗯，再长几波。太香了，这个香干也香。对啊，从小就吃这个香干。 嗯， 嗯，好好吃。这个整只是要香我一辈子啊。今天真的是感觉劈个柴都不容易。你别说你劈柴了，我觉得我马个柴都很马那个柴都很不容易。看邻居家那个柴马得整整齐齐的，我还以为很简单，结果最开始马的时候研究了好久，要么就是马不匀往一边倒，
要么就是不整齐。是我没砍好。不，你砍得很好。是我技术不行。嗯。邻居家买的那个柴是真的忙得挺漂亮的。嗯，我们这个嘛就一个标准，不垮就行，稳，别垮了。对啊，垮还是不会垮的，我今天还试了一下，这样子还稳呢。太好吃了，天天下雨，人都发霉了。嗯。应该明天要天晴了吧？这真的下了好久的雨了哦。我怎么感觉挺蓝的？外面都是黑不拉几的。那个云还是很厚哦。嗯。嗯，希望是个晴天吧。我们太好吃了。